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子。竟然在我的评论区里面还有人在问，哎，梅子你好久没有去燕姐那里玩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因为前段时间呢，燕姐去她老公那里，她老公在广东那里工作嘛，然后她去玩，玩了大半个月了才回来。她现在终于回来了，我要下去找她玩一下，然后带点我们自己家的特产。南瓜，这个南瓜应该好吃，因为很重。他们说选南瓜要怎么选，选个个子重的，这两个是我选出来的，因为燕姐她是一个人嘛，然后就两个搞定了。走吧，走人户去了。两个东西有点重量哦。然后这个包包背起来还挺不错的，买了两个，拿一个去给他。你看，在我老弟那里，还有这双，他直播间里面买的，然后我觉得还行，因为我的脚比较胖的吧，穿起来的话我就觉得它合适，还挺舒服的，来一双好看好看。配我这样这个裙子都可以，白的都可以，白的就是穿白的。听他说啥？燕姐，你下来了吗？我下来了。会走，我回去吃饭，然后你过来就差不多。我家里煮好的，我回去吃了就过来。哦。现在快七八个小时。哦，好吧，我正在穿鞋了，我穿完鞋我就下来了。好。那你先回去吃饭吧。这怎么整的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当司机我来。调位置先啊。OK OK， 过来吧来吧，我要带包子啊，这个会影响我发挥的。今天来练一下车，好久没摸车了。我这里已经写好这个了啊，因为这个档位搞不清楚，我要前进，开到 T 档。放手刹。放手刹。D 档了，出发了哈。师傅，来点 music。哎呀，这个听不懂。快点。这个师傅还掏了一顿了，我刚刚吓得我现在手掌心都是汗。你好意思，路都不看，差点被别人撞了，不说你撞别人吗？我不看路，我哪也不看路嘛。人家在前面倒车，都快碰到了，你喇叭也不按一个，脚也不刹一个。叉子油门就往前冲，我是看着前面的呀，我都没看到，你一直在你，喂喂喂，下来，阿喇叭，人家都倒车出来了，人家没把我吓到，我也没吓到，你把我吓到了，我靠边停了，队长，停车了，妈也是，吓得我一身汗，看到没有，这里脚板心下面全是汗，吓得一身汗，安全意识这东西就不能马。不能麻木，不能马虎的，知道吗？你技术差可以练，安全意识这东西要刻在脑子里面，明白吗？人家说的耳听八方，眼看四面，看左右后视镜，看前方，你视线所在的地方，知道吗？特别是在两边有绿化带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冲出来一个人，你没反应过来就糟了，直接杀到他店里面去。哦，知道了，我在听着啊。燕姐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你看哇，给我送这么一瓶，吃两个南瓜，上次都没拿来，就他和这南瓜。可以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包包。你看这个包，它就是这样子的。可以。怎么？就是百搭吧。姊妹款。百搭。我要七连。行吧，十年，我就走。来都来了，十年再走呗。十年。哎，刚才被骂了一顿。谁骂你？谁敢骂你？那。
那也没办法，开车，开车，把我吓得全身都是汗，妈耶！你犯什么错了呀，妈你？他说有个货车会倒车，但是我根本都没看到。妈耶，他在车里面怎么样？你在开车是不是？把我吓死了！你开车，我以为啊，对，我以为后面怎么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看后面，我以为后面怎么了，要碰到人了或者是干嘛了？主要是前面，你看前面的看。我根本我也没看到，我没看到。你开车，你不看前面，你看哪里啊？我看前面呢，他那个是从侧面看过来的嘛。啊。一不按喇叭不，二不减速不，呼呼就冲过去了。我说你好牛哦！你没看到是不是？他说没看到。我说你人家就在你正前方，你不看。我说你看哪里去了？我就是看前方啊！就像我有的时候一样，骑电瓶车一样，前面有车，我老是不喜欢去打喇叭。我停着那里的好，我不打喇叭。这个习惯不行，有的时候该打喇叭要打喇叭。我就说按个喇叭，那都会导电了。人家听得到，他就不会到，要不然他听不到。哦，哎呦，这个人快死了！看嘛，他没戳在这里，戳了一半，戳了一半。天哪，我这这里肉很嫩的，肉嫩就敏感。那我知道一顿就该进出来了，看到吗？是不是啊？哇、哦，小男朋友，出来了。哎，睡了一觉起来，我洗得干干净净的。现在摸起舒服多了，你看下来。我都回去了，我。啊，你别回去吧。你忙吗？你忙着吧。好，打电话来催了已经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慢走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